知唔知道咧？我哋除咗係歌手身份之外，其實都仲係音樂創作人咧。其實咧，你唔經唔覺成團都十年啦。咁我哋十年間發表嘅專輯啦，定係表演嘅歌曲咧，其實絕大部分都係由我同埋 AJ 創作嘅。係啦，譬如大家比較熟悉嘅有《無極限》啦、《已讀不回》啦、《最寂寞的歌》啦等等。其實我哋可以唱到自己作嘅作品咧，係非常之有成就感嘅，因為我哋可以透過曲詞同埋音樂咧，去分享一啲我哋想分享嘅故事。咁同埋對於我哋自己嚟講，係特別會有共鳴，同埋可以特別投入嘅。係啊，雖然呢幾年咧，因為疫情咧，少咗好多去外地演出嘅機會啦，咁但係仍然好感恩，有唔少嘅觀眾朋友咧，都係聽我哋嘅歌嘅，令到我哋咧有機會開巡迴演唱會啦，帶住我哋原創音樂去更多地方。咁雖然咧，我哋而家唔可以去到外地啦，咁但係相信咧，我哋嘅粉絲都會透過電台、電視台咧去支持我哋嘅音樂嘅。我哋咧三個都好多謝 Marka， 因為咧我哋都係佢哋嘅會員。多謝每年咧 ，Marka 喺世界各地咧都幫我哋去維護我哋歌曲嘅版税。冇錯啦，咁其實喺全球咧都係有好多好多嘅音樂使用者啦，咁而好多我哋嘅粉絲都係會透過咧唔同嘅平台聽我哋嘅音樂，咁所以咧會 keep 住我哋有呢個繼續努力嘅動力啊！所以咧大家記得咧喺公開使用音樂嘅時候咧，一定要向 Marka 申請呢一個音樂公開播放牌照啦！合法使用音樂，由你做起。